刚刚呢，我其实今天来的时候，我有稍微设定一下，就是我的三个主题。那刚刚前面的三首歌呢，就是最近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歌曲。那接下来的三首歌呢，它就是不是，刚前面的三首是最适合乌克丽丽弹的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学乌克丽丽的话，我们一定要经历过这些歌，你才叫真的有学到乌克丽丽。那接下来的呢，算是比较流行的歌曲。那大家有学过乌克丽丽吗？没有。有吗？现场的人都没有，太可惜了，一定要学一下的。你看乌克丽丽这么简单，大家看得出来跟吉他的差别在哪里吗？缩小版而已，比较缩小版，对不对？还有，对，有人比一个耶，对，差两条弦。我们的吉他是几条弦？七条。可以看一下，乌克丽丽有几条弦？4条。对，乌克丽丽是4条。那吉他呢？吉他总共是6条。除了大小不一样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弦也不一样。还有乌克丽丽跟其他乐器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其他的乐器好像我们的钢琴，它是不是从低音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从低的高音，对不对？那我们的吉他也是哆啦啦啦啦啦这样子。好，然后乌克丽丽呢？乌克丽丽它的音是嗦哆咪拉，有发现哪里不一样吗？嗦哆咪拉，有听出来吗？拉比较长，不是拉比较长，是有我们的一般我们的乐器，我们都是会从低音然后一直走到高音。那乌克丽让人家听起来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第一弦跟我们的第四弦它都是高音哦，一个是嗦，一个是拉，它反而你低音是在里面，哆咪是在里面，然后前面。所以乌克丽丽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说它听起来有一个很欢乐然后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像你看哦，乌克丽丽到底有多简单，现在就来告诉你们。你看我不用按弦我就可以弹哦，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这弹对啊，首歌有印象吗？是不是非常的简单？而且为什么要推广乌克丽丽呢？因为看现在大家退休都是除了游山玩水之外，没有一个自己的兴趣嘛，对不对？那学乌克丽丽很好的是，现在我们人都有一个病，就是很多就是退休之后就开始失智，对不对？那失智要怎么办呢？我们要预防失智，我们就学乌克丽丽。为什么呢？这个是真的有研究出来的哦。我们要常常刺激，尤其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我们要刺激我们的末梢血液循环。那你弹乌克丽丽的时候啊，你的手指是不是就在动？你能够光要记这些和弦，我有一些也是年纪70、80岁的学生哦。他们刚开始来学的时候啊，每次都哎就是叫苦连天啊，老师这太难了啦，这个要怎么按啦、啊、什么的。但他们学到现在都很有自信哦，有时候我还会带着他们一起去表演哦。所以桃园龟山也有很多不错的乌克丽丽老师，大家都可以去找来学一下。你不止你看，像年纪如果大一点，阿公阿嬷了，你自己学会，你还可以带你的小孙子陪他们玩呢，是不是？那你们还可以合唱，有的有养宠物的狗狗也会合唱哦，有的狗狗很聪明，很有天分。好，那接下来就要带来这首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抖音的神曲，这首歌应该大家也都有听过，叫做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它就叫小城夏天。有现场有没有小朋友会唱的？有没有？是不是有好几位小朋友？等一下可以跟着我一起唱，还是你们要上来帮我伴舞？要不要上来伴舞？都很害羞，都很害羞，那我就开始哦。你要中间加入也可以哦，我很 OK 的哦。
橘黄色的日落吞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吹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抽血的从前，冒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露出似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世界却叫你的出现。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写的很好看，微醺的傍晚时间过很慢。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黄色的日落吞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吹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冒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时间过很慢。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再喝一个水。